髓，耳朵旁在左边的时候，要小，要靠上。竖画用垂露收，要垂直。先写这个有字。撇的出头要短，横折钩，横折啊，提按向下，这个横折钩那个钩没有提出来，这是顿一下，横画间距这边相等，这个下面空间稍微大一点，上紧下松。点在这个空间，这个的下方，这个空间里面，穿插避让，捺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由轻到重，把笔慢慢提起来，勾住上方，空间有，这个是斜的，这样子入。撇短捺长，撇不要想太长，捺笔轻入笔，然后向右下方斜行笔，由轻到重，慢慢把笔提起来，钉点在中间，横画左低右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。要长，不要写太粗。横折，横画要细，竖画要粗。所以这个横画拖住，竖的笔画，竖钩要短小。不要写太高，两点尽量往上面靠，把下面空间留出来，横与横的间距这边相等，丁手点居中，横要长点，左低右高。所以下面这个日上宽下窄到梯形，竖画是向中间斜，日不要写太宽，竖钩要短，点应该往上面靠的近一点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个横画要长一点，下面要高低要错位。